鲲鹏展翅，扶摇万里。代号鲲鹏的运二十飞机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款200吨级大型运输机，可以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执行长距离空中运输任务。运二十体型庞大，但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就身轻如燕，平稳灵活。超临界设计的机翼原来是由直径只是几毫米的弹珠加工而成，令到运二十的载重和航程能力更加突出。全机最大装载能力66吨，最大航程7800公里。运二十更加可以改装成加油机和反潜机等的特种机型，未来换上中国国产引擎之后，更加能够大幅提升运输能力。运二十经常参与中国阅兵仪式和航展，今年更加首赴欧洲参加国际航展，亦都是连续3年接载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。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，运二十向巴基斯坦、泰国等国家运送物资支援抗疫。御风展翅，载梦而行，运二十用更高更远的飞行轨迹向世界展现中国担当。更深、更快、更远，更多趣味体验，12月创科博览不容错过。